人稱我小高，嗰只咧叫高忌廉，啊，佢雞我姓噶嘛。你有你影，你睇到佢有佢瞓，總之你唔好摸佢，唔好打擾佢，佢係唔會理你嘅。有啲人叫佢係玉樹臨風啊，有啲人叫佢黏黏啊，有啲叫佢 B B 啊咁樣。佢今年都就嚟十一歲啊，仲係叫佢 B B 嘅。其實佢已經做咗好多貓唔會做嘅嘢噶啦，即係已經不枉此生，我覺得係啊。咁當然希望仲有個地方可以俾佢再同公眾接觸啦。先作翻屋企啊，小休啊，或者我休息一下，佢休息一下，咁咪休息半年，再去諗下條路點行，或者半年後香港嘅租金再去回落嘅時候，可能先至再有機會再諗。